泰山哈。就要到顶了，差一点点到顶。好了，爬山。南巴山呐、啊，哇，这边有一个屋子，这么漂亮呐、啊，独立屋啊。啊，就玩水的哈，哇，几两年没有出门了啦，现在来爬山了，啊，来这个爬新山，不是新山啊，这个是啊，格鲁湾呐，啊，是属于新山是吧？啊，不是属于新山的吗？不知道了 ，Jungle Trekking。南巴山呢、啊？很多人来爬。盖个吊桥。啊，吊桥。好，去吊桥跑一下看。嗯、会摇吗？啊，不能爬吗？哦，我上久了。啊，会滑吗？我们到青苔了。啊？可以了。嗯，扑通，会摇的，摇一定会摇的啦。那水很清。这边里面也是有很多猴子啊，叫你不可以游喂哦。美香、啊、会美吗？对，树林、啊、这个不是树林了、啊、好了、这个还有什么？它健康，你要健康的才爬。嗯，好。嗯。可以 ，only 爬这个。上下才800米啊，800米很快了。不到往前。不到了，看。不到1km。我们去那里走。这里不要喂猴子，猴子。这里是人满。嗯。一次人满，想不可以喂哦。马蟹，我们马蟹真的是很多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。凉了，它因为被树全部遮到了。
是啊，那个屋。现在没有人住了啦。现在是工人呢，就是那边住这边的。啊？这是什么花来的？喇叭花啦。这是什么花？你看它正好过，那边有水啊。喇叭花。没有这个杆中这个。 这个杆子稍微高一点。它楼梯爬去哪里啊？看这边有个楼梯啊。 啊，现在爬这样的了，这个才叫 hiking 啊。哦。啊，这个进森林的，这个水。好。啊，这个才叫 hiking， 进森林。 什么？拆掉了？已经拆了。哎，你要带雨伞上来啊？有，可能会下雨，它马上会湿掉。很晚会下雨啊？ 这个比较吃力。
你可以拉绳子啊。我知道这边还可以。啊？听不到。但是在公安那，每天都要来爬。啊，是啊。新山没有啊。没有找到。一天爬一次好啊，这个。快点慢慢爬。还有山呢、啊，这里不是最高。这边才，这个山才500多米，啊，还不到1000个米。啊，这么少吗？是啊，500多，最高的500多。他们说很 secure， 一点点错啊，他们是有拦截。啊，围起来了，不然这边会跌下去。啊，这边有座梯山。这个比那天我们去怡保的高哈、哦。怡保那个霹雳洞没有这么高。会吗？没有。霹雳洞没有，好像霹雳洞比较难跑。霹雳洞比较斜。啊，这边一直上。山顶，山顶哇，很久啊，至少半个小时哦。哦，这样啊。这边半山差不多，好像有5分钟到了。哦。到了。太多人了。要跟他顶，要跟他说两次这样的。哇，还有很多啊。啊，他讲要跑半个钟头。啊。我先跑，快看你看这个。这个山好漂亮，这个。这是北面，他讲。这个是北，南的另外一项。啊。南的比较容易跑，这北的比较难跑。南的比较累。你要吃鸡吗？在半山休息一下，哇，很累，汗很厉害，很久没有，还要上哦，还要上，这个是半山而已哦，半山走过我们从这边，啊，现在继续跑，继续往前上，慢慢跑啊，很久没有跑了，休息了1年多啊，哇呀。从这边上，
哇，这个树这么大个。是榕树哈，这个是什么树？你看它的根。哇，不简单哦，这个山顶，这个爬到山顶半条命啊！不会，不会，看你跑怎样哦。会爬了，给我上，我要一口气爬上去，会有点滑啊、哦。我没有 clip 的，我这个是新的，今天才穿的，我上去。很滑啊，暂时不要拍。没办法，一定要拍。在这边很难跑，所以拿 camera 比较难一点。这边爬上去。爬上去，掉上去，我要断了，不会断的啦。我要飞了。哎呀！哇，那个蚂蚁这么大只的、啊。很大只哦。对，这个会叮人的。你一碰到它，它见到你，它就咬你的，会肿起来了。这个很好，小心。这个没有贴。会迷路哦，没有人上啊、哦。没有人上上面了。啊。就在这，我们两个在这森林里面。还要上吗？不知道。上了，跑了。哦，这个难爬哈、哦。就要到顶了，要啊，慢慢的，不用紧的，累了可以休息啊，打这个，打啊！不要拍，很要打。你先上了。Okay. 上了没有？不用，那边太高了，我这样，喂，拉住那个，拉住那个，嗨，拉绳子上就好了，这么高，能吗？能，还要上，这小孩子不能哦。啊，你先上。这个要怕，要小心啊！有时候它会滑。有蒙眼吗？没有看到。睡觉啊，这个时候它应该是睡觉。哪里？还要上呢、啊？你上来先，我帮你。你看。这边比较 steep。
啊，这个崩下来了，土泥土崩下来。从这边过来比较容易。啊，这你不用你上了，这边也可以上。啊，这边没有，这边崩了，所以他们是吗？啊！嗯，刚才你是这边来啊？对啊，那边全部崩了，它有个洞，现在很难下，所以就是靠那个树根呢、啊。来。这个要把这个动过，很干。OK， 把过去。啊，躲过来。哇，这边还要上，这边上比较容易，这一项拉绳子，要爬山还要清涧，那我们家有一只猴子来爬。哇，那边还要山哦。哦，这边还要上。其实这里也可以看下去下面了，只是说它树太高。你看，啊，我们差一点点就到上面了，只差那一点点。你不要小看这个。600米，要爬到你半死啊！来，安布雷拉给我了。就要到顶了，差一点点到顶了。这树林多么美哈！啊。
以来体验一下，爬山对身体很好，但是要看个人的体力哦，假使累了要休息哦，要勉强，安全第一。马来西亚波雷，马来西亚波雷，陆地大波雷吗？